中信兄弟新生代黄金二游组合王威成、吴东荣在季末以及季后赛逐渐站稳球队先发。这对古堡家乡的学长学弟，除了场上有好默契之外，场下同样有好交情。在宿舍，然后在出外比赛，在饭店还是什么，都是一直跟他当室友，所以默契这方面久而久之自然的，他在想什么，或者说在想什么，其实我们彼此就都会知道，大概了解说现在可能对方想要做什么。他都会自己跑来跟我讲话，这样子，因为他可能是那种比较寂寞，他怕寂寞，所以他都会一定要能跟他讲话。两个人除了是二游搭档之外，球季后半段也多为一二棒连线。上场打击之前，他们也有一套互相为对方打气的肢体动作，就是拳头碰拳头的动作啊。然后那个是好像是在有一次在天母的时候吧，然后他要上去打，然后我就跟他就是有这个动作，然后那一次就打安打，然后下一次他上去打的时候没有这个动作，就那一次没有安打。可能他会紧张，所以会用一些类似这种激励我也激励他自己的方式，去让他更在比赛中更放得开，更能享受比赛，这样子。球季结束后，两人都入选冬季联盟中职联队，希望借此吸取更多比赛经验。冬季联盟将于25号开打，